今天的最大的局势，大家上午好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已是中秋。话说在我们北方呢，已经有丝丝的凉意，丝丝好像用的不是那么恰到和贴切，因为呢，早晚已经很凉，约呢10度左右。东北那边可能更低，所以师兄朋友们呢，要注意保暖。天气渐寒，可以适当的喝点红糖水呀，晒晒太阳啊，等等。来补充一下能量。好了，闲话少叙，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。我们佛宝居啊，历来都提倡放生，老宋呢也是放生的践行者。由于当时经历了很多挫折、病苦、困难，想通过放生来改变。于是，老宋开启了放生之旅。转眼呢，10多年过去了，救度了很多的众生，有的是自己亲自去买，有的呢是随喜，有的呢是劝化。无论是直接放生，还是间接劝化。都让老宋呢积累了一丁点的功德，这些功德的转化让老宋呢有了一点改变，或者说有了很大改变。有一个体弱多病、弱不禁风的人呢变得健康，有一个穷困潦倒、是他上顿没下顿的这么一个人呢，变成衣食丰足。所以放生功德之大，不可思议。但有时候呢，我们的确会很忙，忙的时候的确很难抽出空隙去放生，或者你所处的这个地方恰好不具足放生条件。于是呢，我们就随喜第三方放生机构。我们管理员呢是自己请这个卢师兄帮忙代放每个星期天。为什么提到卢师兄的放生呢？这要谈一谈我们管理员金星做的一个梦。他在管理群呢给大家做了分享，大意是在梦里，他听到菩萨说，有一种放生比卢师兄的放生功德更大、更殊胜、更圆满。当然，梦毕竟是梦。我们当时呢，也就一听了之，没有去当回事儿。时间一久呢，我们也就淡忘了。直到有一天，老宋做梦了。梦里出现了一位老神仙，和蔼可亲，与老兄侃侃而谈。这个梦境呢，非常的清晰。一样，是告知老兄
有一种放生方法更殊胜，功德福德转换更快。并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呢，告知了放生的相关流程。但梦终究是梦，老公醒来以后去了趟洗手间，就忘掉了70%-80%，就隐约的记得有这么一句提示，有一种放生方法功德更大。这位老神仙是谁呢？八仙之一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，大家都听过这个成语。是哪八仙？大家都是了如指掌。我也清晰的知道是哪一位仙人，但是当时在管理员群里边分享的时候却没有告知他们，只是说八仙之一来托梦。梦毕竟是梦，老兄一直以来对梦境不是很重视，因为它有真有假。所以在群里边说了这么一句以后呢，老宋也就淡忘了。直到前些日子在广西举办佛光普渡，此次的见证人呢是东北的柳根儿，这小伙子呢表述极其清晰，四书五经了然于胸，是传统文化学校教出来的，他妈妈呢是这个传统文化学校的校长。人品极好，表述清晰，文字水平极高。他这个年龄16岁左右，这种表述远远超越我们很多成年人，最起码比老宋强。内心里边呢，老宋的内心里边似乎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说，可以问问放生这件事儿。于是呢，我就请到了梦中的这位老神仙。说他老，是因为人家经历的年份比我们长，实际呢，看起来并不老，气宇轩昂。于是我就向人家请示说，我那天做梦是您在梦中视线吗？这个时候我们得到了肯定回答。于是老宋接着问，我可以讲故事来说这件事情吗？可以透露您的身份吗？此时已得到肯定回答。既然菩萨允许，老兄不妨告诉大家，托梦者是谁呢？是八仙之一的吕主，吕洞宾主持。吕主来托梦啊，是
完全出乎意料的。因为平时虽然我们佛家道家的菩萨都会去请，但唯独没有请过八仙，而且呢也没有进行过沟通。也就是说，从我潜意识层面上也不会形成一个梦境。是吕祖托吗？也就是说，吕祖来托梦是着实在提醒老宋，这个梦境就是他本人，就是本尊，只是老宋忽略了这个梦境而已。然后我继续请教，说在梦中您给我开示说有一种法门，放生功德更大、更圆满、更殊胜，是真实的吗？此时此刻，我们再一次得到了肯定回答。在李氏见证的时候，道家的祖师、佛家的祖师都一再的强调，说佛道不分家。分别是人心的分别，在这里边为什么要强调这句话呢？就是告大家不要去分别他道家还是佛家，道教还是佛教，只要有利于众生都是好教。因为老宋梦中吕祖很明确的这样说，有一种道家的方法改运更快。难道是吕祖有分别吗？难道是吕祖更推崇道教吗？我想不是，人家都是大成就者，我们能明白的道理人家不会不明白。为什么吕祖这样说呢？其实是有深意的。什么深意呢？老宋先不给大家说，在此埋个伏笔。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刚才聊，老宋梦中的记忆忘掉了70%-80%，也就是说，放生的流程基本已忘干净。那怎么办？好办，因为我们有更清晰的天眼见证。天眼见证。菩萨严格限制，不允许老宋直接见证，为啥？防止别人说老宋是闭门造车。因为在老宋刚刚讲故事之初，就有人如此诽谤。当菩萨传给开天眼之法，有了很多天眼之后，这种诽谤声才怎么样？逐渐的消失。防患于未然，我们必须怎么样？第三方天眼见证，当然这个传承也是这样，没有例外。
吕主在天眼见证的时候详细的告知了放生要通过什么样的形式，什么样的表文，要上表哦。上表就要有印章，是通过什么样的印来上表？印章怎么刻才如法？然后呢，又告知买什么样的鱼，买什么样的龟，对应什么样的事，改运效果更好，更容易呢，让放生者对放生生信心。这个放生功德非常大，大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还专门在管理员群请菩萨做过开示，就是说你平时小放生放了几条鱼虾，或者呢放几百块钱数千块钱，以前老宋告诉大家怎么办啊，要小回向，因为功德力浅，一个馒头分给十个人每人一口，每人一个馒头分给一个人或许吃半饱，一个馒头分给一人等于没吃，对吧？是我们的普传的放生法。而吕主秘传的方法呢是个什么样的？菩萨明确告知回向要先大回向，回向给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或者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要用大回向文。之后呢才是小回向，回向给父母的冤亲债主，回向给自己生意的冤亲债主，回向给障碍自己婚姻的冤亲债主。菩萨开示这种秘法要用大回向，你就可以想象，也就是说如果按普通的放生是一个或者几个馒头的话，那么这个可能就是几亿个数百亿个。功德大不大？大。正因为大，所以呢要秘传，有缘者得之。有的人可能这样想了，我就不学了，我让朋友学，学完以后教教我。这个你就又想错了。法分显密，显法和密法呢传承是不同的。朋友学的你用不了，为什么呢？给你简单举个例子，使术怎么样啊？要有法名，这个法名呢就是证明你和这个法脉有缘分，
刚开始啊，使我乱给大家取名。这个大家指的是管理员，不是其他同修。我一连起了十多个，让大家自己挑选。于是呢，各自对号入座，拿到了自己的法名。此时此刻，菩萨开示，这些法名本来就属于大家。这是菩萨通过第三方天眼见证人文博告诉大家的，也就是说，有意无意皆是天意。你以为偶然选择的，实际上却是必然。能与此法脉结缘的，都是有累生累劫的因缘。没有前世的因，你无法与此脉结缘。或者你不信，或者你都可能会诽谤。就这么神奇，这个法名有一个备份字，就是德，品德的德，德行的德。这是吕祖赐给啊，吕祖亲赐。法名的末尾再加一个字，就是你的法名了。加了这个字，有的取自于你原来的名字，有的呢是菩萨另赐。总之呢，有甚深含义，要靠你自己去悟。有了法名，就是认可了你这个传承。刚才提到过了，有一个表文，这个表文你怎么烧，怎么送达是个问题。你烧给谁？这就是法脉的另外一个传承。菩萨呢，要赐金甲神来护持你放生，来协助你放生。将放生表文呢，准确无误的送达指定地方，而且这个表文必须得特定格式，你看，有法名，又有金甲神，有的同学肯定要想了，还是朋友去学吧，学回来以后，我用他的法名，让他帮我，那功德一样不一样呢？不一样。只能说他帮助你，你的功德会比之前大。但是如果与做法的人相比，其中有差别。这其中呢，是其二了吧？其三是密令，
密令是怎么显示的呢？是菩萨拿出密令的样子，我们第三方天眼见证照着画出来，然后刻出来，分别呢邮寄给修法的同修。这个密令你照猫画虎行不行呢？不行。也就是说，A 刻了一个密令，你 B 照着样子去刻，有没有效？无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密令需要你拿到手之后，我们进行统一的注灵，让你这个令呢灵验起来。你照着刻的那个刻到纸上，你肉眼看无差别，但是它不灵验。佛教有显宗，有密宗，有显法，有密法，这个大家都明白。在密宗当中，如果你的上师没传你这个法，你去修属于道法，或者没有授权你使用这个法。你就修不成功，因为他讲究一个法脉，你的上师、上师的上师一脉相承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逐渐理解了，道法也如此，有显有密。显密自有道理，当时我请吕祖开示的时候，吕祖就说，此法要密传。将此法留给真正发愿，愿意为放生事业贡献的同修，传承此法脉，严格来说，你就是法师，你承担着救度众生的重任，你可以组织大家放生。提升大家的福报，也可以呢，接受放生组织的邀请，去帮他们做法，也可以呢，自己家人放生，然后呢，来做法。因为你是法师。你要行法，所以才有金甲神来护持你。如果你不行放生之法，菩萨安排金甲神又有何用呢？当然，老僧也毫不避讳，学此法者是收费的，有法金的，不过不多。1681，1681，菩萨钦定，并明确告知八个字：法不轻传，法不空出。所以不要找任何理由说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给我免费？
我知道可能会有些同修不理解，那么你就想一想《西游记》，唐僧师徒四人在取经之时，两位尊者曾经怎么样啊？让他们放下，而设了一个考局，就是利是，就是红包。难道他们真的需要钱吗？非也，考你舍之心。免费得来的东西，你不会珍惜啊。凡事有舍有得，有因有果。大家想一想啊，得此法脉者，首先你是得以法师身份，还有金甲神护持，你的法器怎么样？会得到免费的助灵，这些法器的助灵，平时怎么样？如果你要来做法，可能都比这个1681这个费用高，不是低，值不值？大家去想。老孙敢把法经在故事当中讲，我这不去避讳，因为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大家又问了，为什么佛宝居传了一个道家的法，而且是吕祖来传？这就能接到上边了。一直在说佛道不分家，佛道一家。天上的菩萨无分别，我们人心有分别。如果换作观音菩萨来传此法，又用表文，又用印，又用密令，很多学佛的居士呢，怎么样啊？就可能心里边不平衡，不理解。或由此呢，就会产生诸多诽谤。如果由道家的祖师来传法，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。菩萨智慧，菩萨圆融啊！我们愚痴，只是假懂、假明白。没有开悟，只认一不认二，只认甲不认乙，其实甲乙本一家，佛道无差别为什么不是佛家的菩萨来传，而是吕祖来传？菩萨也没有名示。以上之法，仅是老宋的揣测，但是我想，八九不离十。当然，可能还有更多的深意，要让我们自己去悟。因为要做印章。要做令牌，
中间有个时间，老宋呢决定在10月10号晚间，因为晚上大家下了班了，可能时间充分一点，白天的话都在上班，没有办法。将此法的具体模式告诉大家，并请菩萨呢赐诸位法师金甲神护持你，协助你行法，也预祝诸位传承万字放生密法的同修做法圆满，放生顺达，利己利人，万事如意。阿弥陀佛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同时也愿以此功德回向给诸佛菩萨龙天护法，回向给那些支持佛宝居转发小故事便能精进共修的诸位同修，家庭和睦，生活幸福。回向给所有和佛宝居有缘的同修，常行善事，常修正法，精进念佛，早日出六道，早日断轮回。南无阿弥陀佛。